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 TNews 联播网，我是黄嘉慧。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呢，桃园市八德转运站的工程正在赶工当中，力拼呢11月或12月来启用。而八德转运站是集中了国道客运运输服务和市区公车转乘的功能，能改善大南交流道周边的交通拥塞。八德转运站由桃园市政府编列 1.1 亿元新建，地点位在河墙路上，目前正在赶工中。未来转运站启用后，将可以舒缓八德区庞大的交通车流，集中管理国道客运、市区公车转乘接驳，改善国道二号大南交流道交通拥塞的状况。主要是服务八德地区到双北，比如说到新北。那我们知道八德地区有非常多的七字头的路线，是从八德的不管是大南或者是八德扩大都市计划区，一直到土城新北的土城永宁站这边，它每天的运量是非常的大的。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借由这个转运站，让公车路线可以做一个转型。转运站因为天气因素延误工期，考量到工程作业的时间，完工期程一再延后，目前持续赶工中，力拼10月完工，11月12月启用。那竣工之后，那还有一些相关的装修以及执照的申请，那希望可以在年底来做正式的启用。那在启用之前，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七字头的一些既有的市区道路的市区公车的路线以外，我们还会再跟一些国道客运的路线在做接洽。交通局表示，目前由统联客运负责的市区客运路线713、715、716及720确定会进驻，其余国道客运路线近期会与各客运业者商谈盘点，待盘点完毕后，确认后再向民众统一公布。